最近我一直都有看网上面的评论，这样，然后他们都说，他们很希望我们两个可以在迷惘里面可以在一起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对婚姻合伙人那个情谊结在吧，就很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修成正果，这样，所以我很感谢大家对这套电视剧的喜欢和投入。然后至于Vincy 跟 Sunny Sir 可不可以在一起？就要继续看剧情的发展。我只可以说现在 Vincy 的心情是需要重新整理一下，他还没有 ready 接受新的恋情，这样。对，这一期跟上一次的角色是180度的转变。对，这一期是比较安静的，在他的背后默默的支持他。之前呢就是很激动的，有什么不顺的情况呢？就吵架，这次比较近一点。